玩具朋友们。大家好，凯莉和玩具朋友们，我是凯莉，还有小凯文。今天呢，和小凯文一起，咻！蓝蓝的天空，银河里有只小白船，小白船，船上有颗龟。想不起歌词来了，好渴，给我水。哇，这什么呀？是饮料呀。那么今天要跟小凯文一起玩的是制作奇异果冻颗粒，还有就是蜡笔小新的清凉剂饮料呀。那么我们现在开始做吧， go go！ 小凯文呢？我们先做什么呢？那么我们现在开始吧。这个是蜡笔小新的骄傲的饮料，看前面的包装呢，会随机的包装有四种杯子中的一个。还有我们看看背面有详细的写着画着饮料的使用说明的方法，而且还有图仔细的画了出来。那么我们拆开包装看看吧。力大无穷的小凯文，你来拆开吧。哇，没有打开成功，还是凯莉打开吧。呀，噔噔，里面有小新饮料的粉末，还有水杯装在里面哦。怎么样，小凯文，你喜欢这个水杯吗？喜欢水杯吗？不行，你回答的太慢了。首先我们要先准备这样的饮用水，要在杯子里倒入饮用水。看背面的话，小朋友们，杯子上面有50毫升、100毫升，还有150毫升的剂量刻度，记清楚标识哦。我们要把水倒入到100毫升为止。现在先放水试试看，然后呢，把粉末倒进去搅拌，再放入多多的冰块，很多很多冰块就完成了哟。小凯文，你也很想喝吧？打开，凯莉呢想自己一个人喝哟。那么小凯文，你来把它倒进去吧。小凯文，你都洒在地上了，真是的。小朋友们，你们看到了吗？你们看，你们看，哦，下面的粉末蹭蹭的往上升起来了。现在我们来搅拌它的话，会咻咻咻的出来很多很多泡泡的。手拿开，手拿开，哦呀，溢出来了，溢出来了，慢慢的开始起泡了。快，不要让它起泡，不要让它起泡，现在喝还不行啊。来，经过以上的程序，我们的饮料水就完成啦。凯文，现在我们需要冰块，冰块啊。哦，谢谢。滴哩哩哩，怎么办？泡沫都消失了，小朋友们，有泡沫的时候喝才会更好喝的，只有这样了。那么在饮料里放入2个冰块，通通的放进去。等等等，做好了饮料以后，我们来尝一尝味道怎么样吧。来，石头剪刀布。妈呀，气死我了，小凯文赢了。那么你先来吧，没事的，你赢了，你先来尝一尝嘛。咕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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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好喝吗？特别棒，你的脸都变红了，头晕吗？这是饮料呀，这次我来喝了。味道好像特别特别的甜，小朋友们，好像挺好喝的。来，我们干杯。你就再喝一口吧。你不是没喝吗？没喝呀。等等，我们要做的第二个是蜡笔小新的奇怪的果冻颗粒哦。看前面的话，这也是一样的，会随机包装小新和小白狗狗杯子当中的一个在里面哦。这里都有图标识的，看一看就知道了。再看一下背面的话，上面详细的写着制作的方法。那么我们把它打开看一看吧。小凯文，小凯文，你来打开。对了，撕开口袋。哇，小凯文，你猜猜是小白呢还是小新呢？小白或者小新，错了的话我会弹你的脑门的。一二三，小新。哇，好棒哦，出来的真的是小新。在这里面有2袋粉末和水杯，这个也是一样的，
后面有刻度的标记，而且还有吸液管装在里面。首先把水倒到50毫升的刻度为止，你来倒一下吧。哦，真的？哦，不够。啊，再多一点，再多一点吧。哦，到90毫升了，小凯伦。倒完水以后呢，我们还需要一个空碗。有办法了，把刚才的杯子拿过来吧。来，那么在这里呢，我们倒入粉红色的粉末在杯子里面嘛。好，小凯文，你把这个倒在杯子里，你来试一试。对了，做得非常棒。把水分成一次一次的倒入杯子里，然后搅拌一下就可以了。搅一搅。来，你来帮我搅一搅。能干的小凯文。趁着小凯文搅拌液体的时候，凯莉再把水拿过来，倒到100毫升的刻度为止就好了。小心的倒，不要洒出来了。在这个杯子里呢，把蓝色袋子里的粉末全部都倒进去，全部倒进去呀。小凯文，你做好了吗？我做好了呀，凯莉也做完了。这个呢很特殊，给大家看一看吧。把水和粉末搅拌以后，就变成粉红色的有粘性的液体了，可爱的粉红色的液体哦。接下来我们要使用它来做成好吃的果冻了，小朋友们。这个跟以前凯莉玩过的章鱼丸果冻玩法非常相似，使用吸液管把杯子里的粉色液体吸进以后，放入这里面的话，就可以变成果冻了呀，是不是很简单呀？那么凯莉来试一试吧，使用吸液管，来开始吸。都吸好了吗？来，凯莉也来试一下吧，跟你一起吸。我们要和睦相处的，我们小朋友也要和睦相处的，互相合作哟。都做好了呀。那么我们粉红色的饮料就成功的制作完成啦，拍手。这样就变成有粉红色的小颗粒漂浮在水上了，当当当当，是不是看起来非常的美味好吃呀？那么我们来尝一尝味道吧，这个叫做奇怪的啫喱饮料水。那么小凯文，你先来喝吧。你我剪刀石头布魔法剪出，真是的，我开始勇敢的喝了。哇，真的好好喝呀！但是这里边圆圆的果冻呢，越嚼越不好吃，就是第一口的时候特别好喝呢。这些粉红色的小颗粒都飘在上面。哇，这个水呢很好喝，就是这个液体是非常好喝的。再喝一口。有一点酸酸的，酸酸甜甜的感觉，也不像是草莓的味道呀。这个果冻都没有什么味道，小凯文你喝吧。啾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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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不是很好喝呀？那你觉得第一个好喝还是第二个好喝呢？你觉得这个好喝吗？但是凯莉觉得这个好喝，为什么呢？那个呢是凉着的时候很好喝。这个呢是有冰块的时候，冷冻的时候更好喝。那么我们来放入一点冰块吧。嗯，像粉红色的青蛙的卵漂浮在水面上。不是，刚才那个更好喝。这样一来，蜡笔小新饮料水制作就成功喽。今天呢，凯莉跟小凯文一起制作了奇异果冻的颗粒和小新饮料。